三条，我知道了。他下井的时候跟我说了三条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有三条计策，能对他这三条，是不是？我要三千两黄金。哎呀，你，哎呀，你太万恶了你啊！啊，寡人有难，你不帮着我，没办法。再往前说，您这事儿得三千两黄金才能了。你这你这不是难为我吗？齐宣王最财迷，知道吗？平时自己日常生活呀，给自己都定好了，每天吃饭不许超过多少菜，米饭不许超过多少粒儿，那厨子都快累死了啊！俺要三千两，要不然管不了。行，寡人我答应您，您说吧啊。那好，您把娘娘请上殿来，一切都有我呢。好，有请娘娘。话音刚落，再瞧娘娘骑着瀚海麒麟游大地，直上银安殿。宣王一瞧，歪了。完了，他拿这儿挡了炮马场了，这是啊！你一点都不尊敬我呀，啊！哎呀，哎，我说娘娘，你回来了啊？你怎么这会儿才回来呀？呸！昏王啊，言而无信，哪里还有这夫妻的情分呐？你别冤枉我，燕丞相，来，那个，怎么的？我花钱了，你说吧。丞相过来了，娘娘啊，是这么回事啊？您呐。也别埋怨代王千岁，您入井之后，代王千岁啊确实趴在井边这是连声的痛哭，后来呀、啊、这个洞口啊往上直冒黑烟，我们恐怕妖怪出来伤到代王千岁，没办法才把井口掩上的，到现在啊代王心里还不是滋味呢，你瞧代王还哭着呢。啊，对了，哭着了哈、啊、哎，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啊。哦，是真的吗？丞相冲他挤了挤眼儿。哦，行，你要冲我急眼我就听见了啊。哎，这说出来了这个啊。既然如此的话，这个事儿既往不咎。我说代王千岁呀、啊、现如今你我二人已然成亲，昨晚你可没去朝阳正院，小飞我一会儿回去卸下我黄金铠甲，梳妆打扮，我要化一化妆，抹一抹眼，描描嘴，我就在朝阳正院等着您来，咱们要龙凤呈祥。转身就走，噔噔噔噔噔，下了银安殿，文武群臣过来，大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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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半天的功夫，哎，我的亲娘呀！哎呀，你们谁宰了我呀？你们救了我就得了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啊，燕丞相，燕丞相。代王千岁啊，我问你这个事怎么办？这个事儿啊，这么些个不是给了一个这个了吗？这个是刚才那个事儿，这个是这回事，这太贵了，这是那没办法了，你呀，那一会儿一块儿领吧啊，一共就是七个了是吧？寡人我言而有信，燕丞相您说吧，这个事怎么办呢？哦，这事儿这样，您呐散朝之后别去朝阳正院，去西宫下院啊，西宫啊高娘娘有好主意给您出呀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微臣我能掐会算的。哦，高娘娘能给我出主意，好，那你看你这个四千是不是就给他了？哎，不，这不成，这是我告诉您的，要不然以后我有事可不管您。别去啊，以后我有事还得求着你了。行，来啊，白驾朝阳正院，大小太监围着来在了啊。这个西宫一瞧啊，西宫娘娘高金定这儿等着呢。呵，捯饬的这漂亮啊，今年刚刚十九岁，长得没有这么好看的，脸这白呀，他这白随他爸爸啊，高娘的父亲就是特别的白。为什么白呢？白癜风，你知道吗？太白了。一瞧娘娘好看啊，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风情，一走起来那这两步风摆荷叶雨润芭蕉啊，袅袅婷婷来到外边迎接代王千岁。齐宣王看着就乐，那长得多好看啊，那小脸蛋长得啊跟烩豆腐似的啊，你看那嘴巴子跟溜豆腐似的，那个脑门跟冻豆腐似的啊、哎、皇上也没吃过别的，就认豆腐啊。来到里边往里一坐，酒菜齐备了，娘娘高金定拿过杯来倒好了酒，大王千岁您喝一杯吧。我喝什么呀？喝，我这个心里不是滋味。我说爱妃呀、啊、
有没有好主意给我出出？哦，您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还不知道吗？我这不是又给你娶了一个黄姐吗？嗯，正宫娘娘长得跟妖精似的，现如今她在朝阳正院等着我呢，让我跟她入洞房去啊！这个你有办法没有啊？要，大王千岁，您喜欢她不喜欢她？我能喜欢她吗？我呀，啊，多寒碜！我不能要她呀！您要不要她，就把她去了吧。去了，怎么去？您舍得舍不得？我舍得，哪有什么舍不得？我求之不得啊！你有这个办法吗？我跟您说呀，我有一把九曲歪把转心壶，这把壶啊里边能同时装两种酒，壶把上有一开关，一摁开关这边倒的就是好酒，再一摁这边倒的就是毒酒。呵，你还有这个高科技的东西呢啊？还真好，这个东西啊，你打算怎么说呢？我上那儿去见见他去。不管怎么说，娘娘来了，我还没瞧见他呢。我跟他一块喝酒，拿毒酒把他药死，这事儿不就完了吗？这个主意实在是太好了。哎，我顺便问一句，你把这个壶带进宫来是干什么用的？这是啊，啊，这也没别的，这我爸爸给我的陪钱，也我的亲娘了，人人都得慌啊，太危险了。那你去吧，你要是能把他灭了，没有别的，正宫郭嬷就是你的了。我遵旨。站起身来，吩咐宫娥太监准备了一桌上等的酒席，又在这把转心壶里边准备好两种酒，辞别了齐宣王，赶奔朝阳正院。朝阳正院里边啊，这位无颜娘娘啊已经化好妆了，脸上抹了四金粉啊，跟攒腻子似的，抹完连鼻子都看不见了，这就俩黑窟窿，描眉啊，打鬓，抹了这个腮红，画的口红都画完了，自个儿拿过镜子来，也别怪他害怕，我自个儿都慎着。嗯，洗了吧，打水又都洗了，洗完坐着等着，还不来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这等着还不来，正说着，大太监进来了，西宫娘娘高金定给您这儿献酒来了，哦，让他进来吧。又打外边进来，就这两步走，呵，哎。娘娘叹了口气，你瞧人家这两步走啊，袅袅婷婷的那小腰啊，随腰摆胯，你看我这两步走跟狗熊似的啊。进来吧，来到这儿扑通跪下了啊，我是参见皇姐。哦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金定。你看人家多会起名字啊，要不皇上喜欢你叫金定。嗯，我要叫个铁屁股也行啊。嗯，起来吧。你干嘛来了？要我这跟您喝酒来了，还没瞧见您了，坐下吧。分宾主落了座，酒菜摆上，把这壶搁好了。我们跟您喝一杯吧。哦，你跟我喝一杯。好，来，倒杯酒来。说一声这个，再瞧西宫娘娘脸上汗哗就下来了，太危险了啊！您说他咬人不咬人呢？太深得很，手里一哆嗦，脸上变颜变色。别看钟离春长得寒碜，心眼儿他明白。哎。他怎么直哆嗦呀？嗨，怎么回事呢？哎呀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哆嗦什么？我没哆嗦什么。手里拿着什么？拿着酒啊。是毒酒吗？是。哎，说出来了。一说出是毒酒，无颜娘娘真火了，站起抡着把啊啪！哎，脑袋呢？一瞧跟上面了，呼，力气太大点了啊！死了，死了也不饶你！一脚踩这边，拿着手啊一来脚脖子，搁着肩膀一掌身，咔嚓一下子把人愣撕了，踩住大胯拧脚脖子，咔嚓把这大胯卸下来了，扛着大腿往外就走，找齐宣王算账去。扛着腿一出宫门，文武太监还问呢：“娘娘买肉去了啊？”那跟扛着办事姑似的啊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来到后宫找齐宣王。宣王自个儿这正坐着呢，心说我得听个信儿啊，西宫娘娘到底是有谱没谱啊，这事到底成得了成不了啊，正琢磨着呢，又打外边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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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颜娘娘来了，哈啊啪啊，手里这条腿往这一搁，齐宣王一瞧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你买肉了？你打算干什么？